姐姐，你真的已经想好了吗？晴儿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果我不这么做，他们也会想尽办法让我去死。姐姐这样做，也是被逼的。 什么事啊，慌慌张张的？我求娘娘，她怎么了？她死了。启禀太后，莫愁娘娘已经气血停止，脉搏全无，碧晨已无力回天。姐姐，别哭了。 他是怎么死的？莫愁娘娘已经好多天没有进食了，体内早已内虚亏空，加之长期居于冷宫，不见天日，又加之咳喘之症蔓延肺部，久不得治，恐是忧思过度，积怨成疾，这才突然离世。没想到这孩子竟如此福薄。母后。 这可如何是好啊！大军这几日就要赶回郢都，要不要先停尸几天，等大军回来再说？不，大楚屋的女儿多待一天，就让哀家多担心一天，不用等他们回来了，还是早早安葬为佳。喂。 去来复。
息，寿命不见，生难阔兮，生故难息，少主，出大事了！少主，什么事？莫愁娘娘死了。胡说，又嚼舌根子。我没有嚼舌根子，影都已经传开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我还能骗你不成吗？没想到这个莫愁竟然死了，倒是给娘娘省心了。放肆！本宫与莫愁妹妹也算是有缘，她死了，我自是伤心。若你这话被旁人听见，岂不连累了本宫？奴婢只是……祸从口出，以后说话当知分寸。奴婢知错了。本宫想着，这莫愁死得蹊跷，若是大军回来得知此事，只怕在后宫又要掀起一场腥风血雨。太后，您还在想莫愁娘娘的事吗？当年大楚吴懿死，楚国大旱三年，民间流言四起，哀家怎么能不想啊？太后，你也别太过焦虑了，这个莫愁娘娘是自己得病而亡，与咱们无关啊。话虽是这么说，但哀家心里还是不放心。兰心，一会儿到王后娘娘那边去，让她请一个最好的巫师，好好的做场法事，千万不得有闪失。